我叫杨新广，现在生活在北京。北京的艺术氛围很好，有很多的艺术家，也有很多画廊和艺术机构，经常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活动，也有不错的展览。我的工作室离主要的艺术区不远，属于城乡结合部，周围有很多村民，有做买卖的，还有工厂，是一个很热闹很杂乱的地方。有很多臭水沟和垃圾堆，而且垃圾堆还经常燃烧着，有一种狼烟四起的景象。我的工作室所在的院子里相对要干净一点，不出门的话还算比较舒适。我200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，现在的作品主要是雕塑和装置，有时也会用到别的媒材。我喜欢在工作室里创作，喜欢动手。这里买材料也很方便，加上周围这样的环境，所以很容易就能进入工作状态。我一般不太忙，也不会让自己变得很忙，大部分时间是待在工作室里，看能不能干点啥，也没有太多的计划。我很高兴被提名，很荣幸，我非常感谢，我觉得我能被提名已经很不错了。我将努力把这次展览的作品做好，我很期待这次展览。